姥姥又爬山，我不爬，我回去。那你就回去吧，等一下包了粽子你就别吃了。包粽子啊，这个我喜欢。那还不赶快给姥姥捡。哦，这上面有几片。小外甥，走，回家了。小外甥，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呀？我喜欢吃肉的。好，姥姥今天给你多包几种口味。姥姥包的粽子，你们想吃什么口味的都有。包好了，粽子要多煮一段时间啊。嗯，煮熟了。姥姥，蛋黄和肉的好了没？好了，想吃的点个小爱心啊。